这一段长长的音频，我还是忍不住要发出来了。今年三三不跟你过生日了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疫情吗？那为他过不来？对啊，不是那条路那边都是红马。李三本来就相当于炒了一份过生日的热气。李三不来，过生日不过都行了，我觉得。礼物上有这么重要？我不重要，姐姐不重要，没良心的。哼，那我觉得还是林雨珊好。林雨珊有啥好的？哎呀，你不懂。有什么不懂？说给我听听看。走开，你不懂。那我是不懂呀，所以你说给我听听看。这叫友情，你不懂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这时友情胜于亲情，还胜于亲情了呀，嘿嘿嘿。不过是要好好珍惜的这种友情啊。对呀、啊，从小到大的就这么一个，没几个嘞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有的人也不多。所以你要好好珍惜啊。好睡了。他们到底来不来？来不了呀，疫情。那不过了都。那是不过呀。那个等疫情过了再过，那疫情过了他们就来了。太棒了。中闪过几帧从前了。